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一个课程，因为不管是各个行业都需要会计。提供给到大家的这个课程呢，是需要参加一个 PCP 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，跟 payroll 相关的资质的一个考试。那么拿到这个资质之后呢，我们可能做这种薪酬和福利管理员，从这个工作的角度去出发呢，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。我们这个课程不仅仅只是 accounting， 也比较常规的像 receivable 啊，或者是这种 payable 的这些记账啊。另外呢，它会有公司的核算啊，工资的一个校对课程呢，提供给到大家财会方面比较全面的一个知识的储备和培训。这个行业毕业之后有哪些岗位能够适合大家呢？当然就比方说像会计文员、会计助理，以及像薪资和福利管理员哈，都是公司结算员以及薪资管理主任，完成了课程之后通过实习都是有机会从事这个行业的。